敌军还有30秒。尴尬了呀。我现在是猪逼。全军出击。再打，但是呢，我既然他们在开火，那么我这边的视野就要放一下，然后并且我要放线了。昨晚会看着你血流一地，却什么也不会做。几下，给他打啊，给他打，这样兵线才能推出来。就是你，祖安的路我熟的就像爪子上的毛。小强对象还是刺客，我觉得小强下次肯定要带强攻演员来打我了。那个 GGQ 那样开发的打法真的好打我，空大之后我拉扯了一会儿，我等了一个 Q 追上去的时候打了一个 AQA， 他杀不了我，他没有办法一秒四刀秒四破，有没有？哎呦，我操！我被小兵夹死了。我的了，这波我失误很大。触发出一些主 Q， 同时确保对方没有人抓你的时候，在优势的情况下超级猛，因为你的伤害斩杀线太高了。因为别人没钱做重伤，所以说别愣了，还不赶紧练。啊！
炸来了。没事，你们别叫别叫，别跑人直播间乱叫啊！啊，小强，我俩也是很好的朋友。我跟你们说，那真是他这次这种他这个福尔带的打法是给主播留面子。我比小强是打炸过我次数最多的剑姬，就是因为有小强，我才会去思考如何打剑姬这个东西。GG King 的话，他虽然打到几次，但是我前段的状态你们也都知道，这次是拿了个一血的优势来捡了一些便宜，被叫起来了。小强是单排分最高的剑姬，他上赛季打到国服前十全是单排的。你们自己想想他有多猛，但是他只不过是说这波被我拿了个一血，打一级然后我捡了个一血，他打一波了。这个版本狼人的大招前摇特别长，我感觉也不是，反正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偏离。我为什么他妈的玩个狼人能给泰坦打工？赢之前被别人用套路打到，其实这是一个好事情。不会去思考，你才会去进步。你搁这儿给我猜谜呢，你他妈的。你知道我这波有多恶心吗？我看到那个圈之后，我在那想，哎，无限火力的大炮。哈哈哈，你妈的，我跟你说真的，现在太少见大虫子了。我看到那个圈之后，我不知道发生了啥，我不知道那是啥东西。我在那想，哎，这会下来个谁？没有控制，可以帮我控制。这不我被泰坦晕了一下，把泰坦交大把我晕死了。我觉得泰坦早点大好了。哎呦，我他妈没看草丛的血迹。
我这把这个三项出的就太装了，我这把这三项就出的太装了。再回一趟去，我操他妈谁还扎我，啥意思？我傻了呀。